1, 2, 3。外貌协会，不，声音好听的是最好，胸肌和腹肌。身材，最擅长运动是篮球吧？孙悟空啊，跟我个性比较像，把我变成牛仔裤吧。实体店，衣品好。都满意，最多穿5件6件，试试。咖喱牛肉，那个白汤的清汤锅，然后偶尔也吃番茄锅，鸡蛋，榴莲，没有，都我不挑食，都吃，就除了榴莲，吃的糖果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.